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你，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问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为你，为你写一首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。快，哇！没得说，四分钟。在山上，蜡笔小新。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勾一下，对，学姐，对，再加两个分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奶茶特别好。
我有一点贵，多少钱呢？你这个十六，我们俩这个十。我们什么身份？巨款大佬，还在这机器十六块钱？快重说一遍，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我作为记者，觉得特别贵，然后他们两个觉得特别便宜，就是鲜明的对比，不错。买了一箱在家里面放着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回来之后感觉神清气爽，等会儿上网去排队更有精神。有钱人就该这样享受。好喝，他说他觉得他那杯珍珠奶茶很好喝。说完了，好，他说那个珍珠有点硬。哦，好嘞，这珍珠有点硬哈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个珍珠质量挺好的。你喝了呀？我没喝，我只是有超能力。当然是我统治世界，然后你们两个被我统治。觉得哈。作为一个记者，资深记者，我要带领各科科去改名和开馆子。我觉得诚意心肯定有量，所以说我要先从 AZY 特保公司的老大开始采访。没错，对不起，不 AZY 特保公司老总不接受采访，并灭了你的公司。然后我就白手起家，到吴总面一面，到吴总那去借了点钱。我不借。后来我就让赫赫赫找了他的女神 Christina 赫，就去找程艺兴一起绑了，在路上还没有找到时候就绑了送回来。我觉得后面大概结局就是程艺兴代替了他的哥哥程艺兴，然后程艺兴就是程艺兴的弟弟，你可能将恰恰说法。你可能说反了，说反了吗？反正就是他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他的弟弟后面找到了他的哥哥，他们俩就回到了原来的身份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对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然后，作为一个记者，真是替他们感到开心了。对，然后就成为了他们的特聘记者，然后就赚了很多钱。那特保公司呢？我特保公司的理想当然是打下全世界啦，后续的发展就是我儿子一个人打收服了同志的乌阳公司，深度发掘。那深度发掘呢？随便被我传染了。今天我们的奶茶特评就到此结束，那就关注我们的第二人生吧。第二人生。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。OK。好，拜拜。